餐干啥呢？嗯？来。嗯。嘿嘿。闹闹。来，白不美。哎呦，来。哎呦，哎哎哎，你俩呀，这是闪闪继承了好看的基因，呵，哎呦，也不对付，哎，经常对着哈，来，白富美，嘿嘿，好了，嘘，这点也跟你妈一样，像个粘人精，哎，好了好了。去看看别的猫啊，啊，嗯，去玩去吧。英俊，英俊，你这个眼神啊，嗯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嗯，你今天为啥不爱理我？嗯，胖虎刚用完膳，过来，胖虎，胖虎，不过来我就给胡英俊挠了啊。你就别嫉妒我那眼神儿。看看胡云俊挠的小牙都吱吱的呲牙咧嘴儿，嘴儿还没咧开呢。来，你俩照镜子看长得像不像。嗯，好像我像那脸呢，啊，在这儿，我像老的，像个观察员似的，老的在一旁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英俊呢，开始你的表演，人家喜欢看你爬杆儿。哎呦我去、啊，英俊呢，这都没有零那儿了。毛咬掉也就算了，零那儿都没有了，太悲惨了。作为一只猫，没有逗猫棒玩，不觉得悲惨吗？大帅，大帅，哎，大帅，瞅我嘛。难道我没有那些母猫让你关注吗？让你更加喜欢关注吗？你看这是胡应俊，你瞅胡应俊正在上面走钢丝呢。嗯，看看，来，听到里面有什么声音了。哎，别动，别挠，别闹。嗯，哇，嗯，哇哇，挠挠，来挠挠。嘿嘿，咦，哎呀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哎，这个表情好啊，刚才那表情挺好啊，现在皮笑肉不笑的，哎。啊，老老实实就安静的趴一会儿，你也是美男子，不安静你就不是美男子了，对不？嗯，咋了？这会儿就做个梦啊？漂亮，帅气。嗯，大帅，你和胡应俊一个组合，你就负责帅气，他负责后面那俩字儿。嗯，你瞅瞅，这是胖虎蹦下去的声音，咕咚一下子，哎，多亏是地板没有那么硬，要是瓷砖水泥的，胖虎腿得疼啊。
好了好了，不和你说了，你在这休息，拜拜。